我们呢，请大家来看这个这两个云端的，其实这两个老实讲功能都差不多，哎，我比较一下去背的效果，也真的都不错。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，哦，只差一点点。那我们先看的是第一个，我可不可以征求一位同学，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来前面一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借用一下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们都这么客气，好好好，我们在这边这样，建好一样，哎 上课不能玩大头贴吗？可以可以，你要，哎那个合照还是要独照？合照没有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看着他喽，来一二三，哎这样上课可以玩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，请问这样满意吗？可以接受，好好好好，那我就抓起来了哈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如果这一张照片我就复制就好了，好，复制就好了。请问刚刚那一张照片的话，如果要你去背这一张，要你去背，你觉得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啊，因为中正没有设计学院，所以没有时间限制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到这个。如果你要以简单来讲，方便来讲，remove 背光这个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我已经附在剪贴簿了，对不对？Ctrl 加 V 就好了，页面就传上去了，而且有简体中文的界面嘛。好，那你再看，哎，好了，那、啊、这样会太快吗？太快哈、哦，啊，不然再找一位同学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简报里面需要去背的照片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每次拍都有背景。不见得适合啊，但是这个网站呢，不是只有这样子，它还有提供编辑的功能，所以按下去，如果你只是要模拟一下单眼相机，有没有景深，前面清楚，后面模糊，这样也可以用。那或者是呢，你要搭配说，哎，我们就一起出去玩啊，对不对？这样你知道下次到时有要在那里拍的吧？请问可不可以上传自己的？当然可以啊，有没有在这里？好，那你也可以怎么样？在这里，各位，你有没有去拍过证件照？你应该知道证件照会这样，不会现在流行白色，是吗？什么颜色是不是自己选？你应该知道照相馆又少了一项重要身材工具了，你只剩拿去那边洗照片而已，对不对？拍照也不用去那里了，下次跟同学来，来来，我帮你拍一下，因为这个界面你行动装置可以用。不用安装 APP 哈、哦，直接行动装置就可以传了。这样有没有简单？有哈、哦，真的。那、啊、你要回复就从这边。它还不止这样，还有什么？橡皮擦跟 Restore 就还原。万一你真的发现它去的不好，你可以来这边哦，橡皮擦再擦一下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，万一说哎发现它去太多，我可以再涂回来。好，那当然这边还有步骤记录，有没有找到了？哎，一样可以用。好，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发丝这一块，你可以验明正身一下，有没有发丝效果还不错，对不？如果你不确定，来找个背景放进来，有没有穿透？好，这边就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应该有没有都比你做得好？哎 人家你就等5秒钟，什么事情也没做哎，他做那么多，这样不行吗？可以了哈。好，那你要的话就把它怎么样下载？那我如果要去背的，我就按就是选不要有背景的，有没有这样就下载下来？那你发现做到现在有没有问你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有要求你注册吗？没有。那你说他到底要靠什么盈利？他靠的就是什么？靠的就是如果你要比较好的品质，因为他给我们的是中低的，中低的这里。我看一下，在下面这里，它给我们的是中低解析度的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上传多大张，它出来之后就是中低解析度，但是很适合在荧幕上用，包括我们的简报、我们的网页、我们的影片，这都可以用到，因为都在荧幕上显示嘛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需要用到是印刷这种比较高解析度的，或者你要做海报大张的，那对它来讲就是付费的。这样有没有清楚了？好，那。讲到这个，如果你真的要做海报、要做印刷，怎么办？
当然知道括号求救啊，你我知道你一定不想花钱嘛，这个应该不用问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找哪一个？找另外一个。我们这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叫 Sticker 这个 Trace？ 打开它一样，你可以注册，好，但是它就是要注册一下，像你可以用 Google 的授权，我就直接登录，这是一种方法。不过呢，这个网站最大的好处在于什么？它原汁原味还给你，也就是我今天所上传的是比较高解析度的，你去背完了之后就给你高解析度的，就是跟这个差一点点。可是以界面的使用上来讲，它相对这个来说它比较方便，它有提供简易的编辑功能，有没有？它也有提供，但是它只能换它内建的背景或是比较简单的颜色，好，所以你如果说以用它来讲，比如说我用它，有没有发现我要用这样上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已经去背的，就不用。那我把刚刚那一张抓回来，哎，我们可以随时回到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存起来 ，OK， 我就从这边把它传上去，我放在桌面上，这里有没有？它就用这种方式上传的，比较传统啦，但是一样。好，有没有去背效果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就看你要哪一个背景，是就可以换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不要的，我把它变透明的，等于说它这个背景的部分就不能上传你自己的，好，不能上传你自己，但是对我们来讲还好，我就从这边下载。那这一张就是比较大张的，你看 download 有没有下载下来了？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刚刚的，这个比较小张。这一张比较小张，那哎，我看一下这一张有没有比较大张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后面为什么多了一个重叠？这样了解吗？了解那概念哈，所以其实你要哪一个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跟各位认真的报告，他现在已经不只认识人，所有东西几乎都认得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里，好。你看我的文章里面，其实我在下面这边有那个延伸阅读，在这里，他现在什么都认得。我拿我测试过的给你看，这是他官方上面的，有没有？都可以去背。那你不能太相信他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自己有实验的精神。所以你看，下面就是换我来玩的，汉堡，连那个汁都帮你留下，有没有？点下去，你可以看到大单有没有汁都流下来，他连这样也帮你保留。你看青蛙有没有只有抓到这个后面绿绿的，他就不知道呢，他就不会说那是青蛙。这样了解吗？真的，脚踏车真的也做得不错哦。虽然这里有一点还没有去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广告公司的朋友，他们做这个时候，做这种案子的时候，眼睛快脱窗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细丝铁丝是要留下来。以去背来讲，这真的不好去嘞，真的，他只有这个比较逊啊，但是你不能怪他，因为到处都是一样的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稍微比较差一点，好，所以各位，换你考考他吧，你自己试看看喽，来还给你。他们两个这两个网站的 AI 的能力差不多，好，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界面上还有最终的结果会有一些不同。这时候，那你要选哪一个都没有关系。